后面那个红绿灯那里吗？我知道，以后那巡台啊，你要去那边吗？不是，如果你要去的话，就不用啊，我要一踩过去，我要三分钟，你要走过去啊。对啊，我不要一直到后面。再见，拜拜。啊你有，这是后面吗？这个是前面的。没有啊，他怎么不走？这好像是那个蒙甲那一间。啊，对啊，蒙甲。哎，这不是三号吗？因为我不知道。国汉光三号吗？我记得三号。
来，然后想说去拍金光的晚上，他被压了，还好。
正头的头在哪里吗？跟着他走。那七号就跟他走了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